家好啊！咁咧今日咧我就拍一段 City Walker 嘅影片啦，咁就带大家嚟到呢个浩和街。浩和街呢一个名咧，其实我谂就咁讲咧，你可能未必知边度，但我话俾你听咧，如果系屯赤隧道嘅侧边嘅一条路咧，咁我谂你就可能知啦。咁咧呢个其实浩和街就位于呢个屯赤隧道屯门入口嘅一条路啦。咁其实佢就系、理论上呢个系一个隧道的通风设施啊，或者是一些嘅设施的出入口嚟嘅，咁但系佢就做咗一啲嘅美化啦，咁令到呢度咧，其实是成为咗而家一个新的打卡嘅地点噶啦。咁呢个打卡嘅地点咧，都吸引咗好多人呢度做呢个打卡嘅。咁但系咧，就系、呢个交通，其实就系话你一定要揸车先可以嚟到啦。你一般咧，其实就好难嚟到嘅呢一个地方，因为佢就冇公共交通工具直达啦，依份站都唔会有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就特登带你做一次 City Walker 啦，咁就去感受一下，其实呢度系有几咁靓嘅风景啦。咁碰啱今日咧，就个天气非常之好啦，风和日丽啦。咁咧，所以影出嚟嗰啲相啊，或者你嚟呢度打卡咧，咁你个效果咧都非常之好噶喎。我哋而家即刻开始行啦，记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我嘅 video 啊！